基隆市议员张耿辉和七堵区自强里长张仁化陪同里内近百位长者以及年轻人一起搓汤圆，好不热闹。冬至快到了，七堵区自强里里长张仁化连续九年举办搓汤圆的活动，让长者和年轻人一起备料搓汤圆。除了让长者们回忆过往大家热络搓汤圆的温暖记忆之外，也让年轻人传承这项文化习俗，更能够让长者们借此机会聊天叙旧，活动筋骨，延缓老化。每年都会举办冬至搓圆，搓圆汤那让年老的乡亲回味以前的生活到冬至都会举办这个搓圆我们现场是在现场搓圆，然后现场煮剩下的就发给乡亲拿回去这样。对于这项搓甜汤圆和咸汤圆的活动，基隆市议员张耿辉大力响应和支持。12月20号就是冬至的，让我们这些长者、市民、好朋友来回味我们冬至的时候都会搓汤圆。那么其实说吃了汤圆就多了一岁，让我们感觉虽然说外面天气很寒冷，但是里面却是一个窝心的场面。同时这几天汤圆也来袭了，总会在这边也呼吁我们市民好朋友，尤其长者。我们在注意这个穿着衣物，要注意自己的保暖，以免冻凉。由于这两天入冬以来，预估低于10度低温的寒流通过台湾，张耿辉也呼吁长者以及身体比较虚弱、有三高等慢性病的民众，务必多穿衣物，注意保暖，保持身体健康。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